是我们痛苦，他们没办法理解。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是一直在拍打玻璃，他死命一直敲玻璃，快要把那玻璃敲破。因为我们都骗他说我在国外，可是你知道，时间久了，小孩子就想说，爸爸、妈妈、爸爸是死掉了。我听到我心有多痛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要提感情，我要讲，你囡仔肯大汉啦，一定早班买菜，你好知啦。较别歹囡仔，我那讲，好，我把你带到怎鬼拢免回来，拢免回来看无看见。啊，一个好友感情，我讲，讲到一个，伊家己就讲，哎，安尼好不要争，大家不错，大家不错，对吧？他们很闹，因为看到我都不认识我，心有多痛，知道？自己小孩子不认识你，这个比拿到痛你还要痛啊！他们来，他们第一句问我说：“爸爸，你不是说你在国外吗？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对啊，怎么回答？不对，多教小孩子不要骗人。可是我们能跟他说我们在里面逛吗？他们那么小，好不好？了解事实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很难讲啊。五个证人里面已经有三个证人都说，他们当初是因为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》第十七条要供出上手，希望自己能够减刑。那个坐囚车出来的时候，他就编造这样一个故事。然后那个上手，那个倒霉鬼就是小明月。连我后来我讲说没有，我当时是说谎。检察官还是认为说像是暗中出工啊。你刚开始讲的才是对的，不好，我还是把他判下去。没有补强证据呢。一次地院判有理由，朋友应该是不会害你吧？二审的法官，第一次遇到我，他就直接跟我讲：“小明月，你不要以为没有证据我就判不下去哦。”地院的时候，大家都晕倒了，真的晕倒了，都整个人都软下去，连我们都快要疯掉了，更何况是他。开庭的时候就一直快要撞墙这样，我都看了都好怕，他从来没有这样。因为无罪推定啊，我们什么时候真的有无罪推定？对啊。法院的判决有没有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符合事实的东西？其实 ，Who knows？ 没有，我每次跟他说快回去了，他们跟我回答说：“妈，你上次也是这样讲，你上上次也是这样讲。”再审制度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。台中高分院判了萧明月无期徒刑之后，我们又要一直向台中高分院申请再审，那根本缘木求鱼啊！你搞我爸那个假定人权意思，跟我们家好，为了这个上诉的作者的苏达公，这种因为要非常上诉也好，要再审也好，这种几率你做少很难的，因为毕竟后边时间来就不一样，那么变难的样子是。搞不好地做生了，一定。我老婆很好，她对我真的很好。我觉得娶到她，我真的赚到了。是我违反约定，我要照顾你一辈子。我进来，我没办法照顾你，所以我一开始就跟我老婆说，要离婚，我老婆都不要。所以我就想办法让她跟我离婚。她说阿妈一直那段时间要走了，然后一个礼拜以前一直念我儿子，就说她没有回来。真的，我们真的希望她赶快回来。我一定谢天谢地，我可以活少活几年啊！真的，最常梦到就是我人在外面，然后梦醒，哎，我怎么还在里面？现在在做梦吗？我会问自己是在做梦。我人在外面，无缘无故就进来，我是在做梦吗？太原监狱好像是在一个深山里，四周都没有声音，只看到那个阳光从那个窗户这样折射下来，然后一个人就抱着你的翅膀这样，那哭声是非常凄厉、非常大声的，那个是一个人的一生。